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把玉米放进锅中蒸一蒸，这才是保存玉米正确的做法。夏天的玉米怎么样给它保存起来，吃上一年都不会坏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种保存玉米的好方法，保证放上一年拿出来和新鲜的一样。我们把玉米上面的老壳给它剥掉，大概给它留个2到3层，不要剥，然后再用剪子把玉米的两头给它剪掉不要。再准备一个大盆，把我们处理好的玉米都给它放进大盆的里面，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2勺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多点的清水。玉米的里面难免会有小虫子和一些杂菌，而我们用食盐水给它浸泡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就能够很好的把里面的脏东西浸泡出来。中途的时候多给它翻动几次，像这样泡过的玉米就会很干净了。泡好的玉米上面的脏东西我们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再用保鲜膜把玉米给它包裹起来，两头给它拧紧，切记不要漏气，然后再给它装进保鲜袋的里面。我们再把袋口给它收紧，排干里面的空气，然后直接放进冰箱里面冷冻保存。现在保存，冬天的时候拿出来吃和新鲜的一样。第二种方法是把我们处理好的玉米给它放进蒸锅的里面，蒸的时候冷水上锅蒸，水开以后蒸1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把玉米蒸熟蒸透。切记不要用水煮的方法，水煮的玉米营养都流失了。时间到了以后打开锅盖，把玉米自然放凉，然后同样用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，切记不要漏气，两头都给它拧紧，然后再用保鲜袋给它包裹起来，把袋口也给它扎紧，放进冰箱里面冷冻保存，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吃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两种保存玉米的方法，每一个都很实用，这样保存的玉米吃个一年照样和新鲜的一样。